集《孩童失踪》。珍珠还没回来吗？嗯，你那边怎么样？哎，毫无线索。城主才走两天，城里就出这么大的事儿。哎，快看，是城主。我去禀报。哪吒，你搞什么？加油啊！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可靠，你们小心着点，别摔了我的石头茶盘。前辈，你老就不能歇下来吗？这点事儿都做不好，还想我带你们制茶？城主，禀报城主。什么事慌慌张张的？大事不好了，城主，好多孩子失踪了。什么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昨天开始就。慢，先随我回府去。是。将。喂，父亲。你好生侍奉长林先生，我回去给你们准备大餐。我要一百斤，不可能，我们闻到茶香了。没错，这城里就您一家茶叶铺，一定是您家。大家请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要买茶的都给我让开。我要茶。是哪吒。是哪吒。哪吒回来了。哪吒回来了。哪吒。谁是哪吒？哪吒都不知道，还敢来陈塘关？哪吒，你可来了！这群人从昨天就围着。杜婶，我都知道，交给我吧。各位朋友，我宣布，博茶从今日起正式开始供应。真的？我们要的可不少。哪吒，你可不能胡吹啊！看，绝世博茶。童叟无欺，哎，是真的哎！哇，想要的朋友在这登个记，准备一下，三天后就可以来拿了。三天后，我要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你们是怎么巡逻的？陈塘关封锁了没有？城主，我们第一时间封锁了陈塘关，只许进不许出。城内呢？城内可疑的地方也都找遍了，可这些孩子就像消失了一样。真是见鬼了，难不成还能从我们陈塘关飞出去？城主，我看这事儿的确蹊跷，莫非是外面的人？你是说外面的人做的？城主，自从前日天宫山方向传来一股无与伦比的茶香，好多陌生人涌到杜婶家，说要见识见识绝世博茶。贝玛，去看看。是。没想到哪吒制的这茶如此受欢迎，这下大家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。闪开！什么人？发生什么事？哪吒，你怎么样？快看看有没有受伤。哼，想伤我，可没。没那么容易。
你腰上黑黑的是什么？给我看看。胎记，是胎记。快，我们去抱抱杜神。好，快点啊！城主，没想到你一直挂念的薄茶，还真被哪吒搞成了。这小子倒是做了件大好事。传令下去，加强防范。这些陌生人的来历要调查清楚。是。闪开，闪开！我闪开！让你们闪开，没听到吗？干嘛？这么好？哎，你这人怎么想对大伤的使者动手不成？哼！这两个人什么来头？敢这么横？不要惹事，我去问问。请问两位官爷有何贵干？你瞎了？我们是朝廷的使者，来见李靖的。你小子还不赶紧闪开！拜谒城主的话，请往城主府，何必为难城主百姓呢？所有人听好了，这薄茶已经被我们朝廷征用了，往后也将成为贡品上缴。都散了吧！这不行啊，官爷！刁民，有什么不行的？朝廷岂为天下之主，受儿子供奉理所当然。不交，你们通通都要问罪。城主，这他们我来处理。可恶！住手！我是陈塘关李靖，两位大人有事可对我说。大胆狂！好你个李靖，等着！殴打朝廷使者，形同叛乱。别，使者有话好说。还是你懂得轻重。哼，我们走。父亲，你和他们说了什么？你不懂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我们面对朝廷，只能暂时。又是这样。都被人欺负到头上了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。哼，胆小鬼。哥，这些柴够我们烤只羊吗？每天烤都够了。哪吒，你个家伙一整天跑哪儿去了？我电狐出马当然是有大事情了，想不想听？说。告诉你们，我找到那两个家伙的住所了。听说他们还从陈塘关的各大商铺那里勒索了一箱子财宝呢。什么？可恶，我不能忍了。等等，这次你们休想拦我。那两个坏家伙都在房里呢，财物也在，该送份大礼了。别闹啊，回头请你们吃蜜糖。大半夜的送礼，这穷乡僻壤的还是有懂事的嘛。快打开。他打去拿箱子，我去教训教训这两个家伙。别暴露。蒙上脸。别追了！什么东西啊？谁啊？笨哪吒，那是给你蒙脸的。哼，看你还敢坑害百姓！好汉饶命！好汉饶命啊！看你还敢不敢胡作非为！你是白天那个娃娃？动手了，走！没错，就是我！再敢作恶，就要你好看！
不敢了，不敢了。没用的东西。他光着小脚丫，他踩着风火轮，他穿着红肚兜，插着两个冲天酒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神去造神话，小小神去造神话，活泼可爱有想法，善良勇敢就是他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神去造神话，战天斗地保卫家，守护正义就是他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神去造神话，小小神去造神话，活泼可爱有想法，善良勇敢就是他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神去造神话，山天斗地保卫家，守护正义